靠很，他以前上康熙，他有教过我，我记得我有打他。对哦哦，怎么样？不是这样。第三张了，还看起来很水肿啊。小时候认真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你爸打你妈的那个是真打还是假打？这也是我一直对啊。我妈没有，我爸没有打我妈啦。不是啦，我是说有。妈都打诸葛，我爸都打诸葛亮，打王心凌。你这是周杰伦的歌啦。对。叫你爸，你打我妈，打我妈，我叫你爸，你打我妈，对吗？你这样。你爸每次在节目上打人，那个是真的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跟你讲。有时候是真的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他有一个诀窍，他有一个诀，他们都是塞好在台下，比如说塞好说，嘣，要嘣，要嘣。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嘣，然后麦克风会靠很，他们自己组成那个声音，会靠很，会靠很近。他以前上康熙，他有教过我，我记得我有打他。用他的方式，用他的方式，用他的方式，对，是不会痛，不会痛，但是会有很响，然后会你要做的用。你看我对不对？真的是，真的是于大哥亲自教我的。我爸教你的吗？对。啊，不是，可是我要惹到你才会，你能让我。你看到没有逻辑？好像有没有逻辑？好，逻辑。我觉得你今天状态很差。哇！你这样讲，女生会很伤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哦哦，怎么样？不是这样。最清楚，我是个假打，其他假打，他假打，他在那边演戏，再一次看看，好怪哦，他真的一直被打巴掌哎。好了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不要真的。那我要说什么？随便讲一个，你不要躲。你今天头发有点油。哇！第二下比较有，第二下比较有，第二下比较有效果，第二下比较有那个砰的效果。你看，你再惹他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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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惹我一个，这样大声，惹一个，惹一个，你要惹一个，他不能无故打你，惹一个，你要惹一个，这是真正的打人法，哦，不会痛的。哎，不要不要，爸打过都红，哎，每个都红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你怎么第三仗了，还看起来很水肿啊？很久。